OK， 这个就是本季冠状腺的那个试剂视频，里面那个就是紫外线杀菌，看到没有？紫外线杀菌里面是那个紫外线杀菌东来的，那这个是罐子，这是最大杀菌油道，OK， 好，那从这边过去。 上料实际上面呢，应该是从后面，这边是粉，角度要看，这里是下粉的，实际应该是从后面穿过来的，这是罐粉。 我们试机，所以没有灌得很满。好，那下面是那个计量反馈的，充分的，那这边就过去了，推推嘛。这边这个就是上料机。 这边过去是自动封罐的，好。那罐子已经做完真空封好了。 前面必须要有罐子才能封的。好 ，OK， 这个就是那个奶粉线的教学视频。那首先呢，这个就是三角形的那个工作平台。平台的话，这个产品直接这样往前面推，它就自动过去了。是这样子，直接往里面挤，它就会自动过去。OK。 直接这里往前面推，往里面挤就行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紫外线杀菌隧道。这个有紫外线杀菌隧道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就是这个紫外线的灯管在上面。这个呢，就是紫外线这个灯的那个开关。那这样子就关了。 一按就开，这个呢直接接电源，还有这个是那个信号传输线，这个到时候要接上去，这个是航空舱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粉剂机，粉剂机的话呢，它这边有一个蓝屏气缸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蓝屏气缸，就是说它要拦住瓶子，然后后面呢有一个蓝色的光电。 这个呢就是光电，光电的话呢，感应到瓶子以后，它就会过去。感应到瓶子以后呢，气缸才会有动作要过去，不然呢它就会一直拦住。过一瓶它感应一瓶。这个就是粉剂机，这个搅拌要打开。这个是下料头，到时候这个会装上去，要装上去配合上料机用。 中间这个呢，就是称重反馈，这里还有个电源，就感应到瓶子过来，它才会有工作。那这个呢是调节这个粉剂头的高低的。OK。
基本上的那个操作，我们那、啊、这里是接气，气源在这里接的。那这边还有一个航空叉，航空叉这里呢是控制输送带的，输送带传动，这是人机电机。那这是电源线，电源线是三箱的。好，现在这个就是到了下一部分，就粉剂的一个操作以及一个教学。